这城里好繁华呀，哇，妹子也好漂亮，哇，这么一个超级漂亮的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，那个美女，我请你，我请你啊。谁要你的臭钱啊？哇，城里的姑娘果然不错，老爹诚不欺我呀。你干嘛呢？放开我。美女，你身上好香好柔软呀，我也想有你这么好看的老婆。你神经病吧。哎美女，我们可以先谈个恋爱吗？美女。富宅子，她就是你未来的媳妇儿。站住！啊，请问这是陈思清的家？是，干什么？我是他未婚夫，我爸让我来找他。放娘的屁！先好好照照镜子，照照自己，你配给陈小姐提鞋吗？多久没漱口了呀？怎么这么臭？小子，出言不逊，找打是吧？还要打仗呀？让你打，不让你打，不让你打，不让你打架，你倒好，打得人家住院了，你让老子白养了一头猪。谁让他先动手？他先动手就先打人啊！以后给老子记住了，别人不动手，你不要给老子先动手，别人要先动手了，你给老子打得他动不了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小子，动手啊？那怎么不敢了？我爸说不让我先动手。来呀，打我呀！打你就打你，打你又怎样？你个乡巴佬！打你又怎样？你个乡巴佬！行，我给你三秒钟下跪道歉，自赏耳光的机会。他说让我给他下跪道歉。这乡巴佬啊，真是傻得可爱啊！你赶紧咬我呀！哎呀，打人了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现在知道乡巴佬的厉害了！救命啊！打人了！陈总，赶紧，门口有人闹事呢。什么？走。谁在这闹事？谁在这闹事？陈总，就这小子，他说舒心小姐是他的未婚妻，还动手打人。放肆！敢在陈家门口闹事，拿下。哎，等等，你不会是我岳父大人吧？小子，再敢乱说，我要你死！哎，你叫陈万海对吧？我是，怎么了？这个你认识吧？哦，原来你是袁傲天的儿子呀！我爸说我跟你女儿未婚，让我来找他。想的倒是美，就你一个乡巴佬，也想娶我的女儿？陈万海呀，陈万海，你这样狗眼看人低是不对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要赖账啊？当年是袁傲天跟老爷子定下的事，我压根就没同意。那行，我要找你们老爷子去。老爷子是何等人物，岂能是你想见？我不跟你们这群背信弃的人说，玉佩还给我，我找我爸去。滚！你们别后悔。等等，爸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听到外面乱哄哄的，出了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没什么事儿，就一个乡巴佬门口闹事儿了。哎，你个卑鄙小人，背信悔婚还说我闹事儿？悔婚？怎么回事？老爷子，你还认识这个吗？你是傲天的儿子？哈哈哈哈，你终于来了！我来了有什么用呀？人家也不让进。谁不让进？
爸，这舒心呢是何等的优秀啊，这豪门公子都排队提亲，你说怎么能屈辱嫁一个乡巴佬？混账东西！我们陈家一落千金，唯弱必亡，这事儿是我定的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小凡，没事，我来安排，走吧。爸，混账东西，混蛋！还是老叔张夫人有脊梁。小凡啊，对不起你啊，我这臭儿子倒学坏了。没事，李姨，只要这老婆还认我就行。爷爷，你找我？是你啊？啊，是我呀，老婆。你乱喊什么老婆呀？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你这是干什么？爷爷，这个恶棍怎么在这儿啊？他怎么是恶棍呢？他在大街上一直盯着我看，他对我出言不逊，这肯定是个好色之徒。我看小王一脸正气，你是个好青年。不是爷爷，他到底是谁呀？好，坐坐坐坐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他叫袁小凡，是袁伯伯的儿子。你们很早啊就指腹为婚，这未来就是他的媳妇。我和他指腹为婚，我不同意。老婆，你别瞧不起我呀，我本是个大着呢。你有个屁的本事？真的，我上山抓鸟，下河摸鱼，手无到擒的，一个讨都不要。你就是个乡巴佬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爷爷，快把这人赶走，我看着他都碍眼。住口！我们陈家是正讲信用，他爸爸还救过我的命。这门亲事啊，答应也得答应，你不答应也得给我答应。我就不同意啊，我死都不同意。我堂堂陈家千金，美少女大赛的亚军，我是不会嫁给一个乡巴佬的。对，不同意，坚决不能同意。风仙呐，你说什么了？我都跟督军家聊过了，等陆公子海外归来，我们舒心啊就跟他定亲，请了这个乡巴佬毁了我们舒心的前程。就是啊爸，舒心呢跟陆公子，那我们陈家必能平定。至于这个乡巴佬，他哪来的，就让他回哪去。不走，不孝之子，气死了。哎，强扭的瓜也不甜，我还是回去吧。这儿的人呢，还没有我们乡下的人。你等等，你们俩都听好了，明天我就召开家族大会决定此事。你们想好，别让我把你们赶出陈家。梅姨啊，你给小凡安排个房间，先住下。爷爷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我觉得以我的本事吧，想找一个好老婆也不难。这我知道，但是一码归一码，爷爷这一辈子啊最讲诚信，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兑现。袁公子，你今天晚上就睡到这儿。哦，好，谢谢梅姨。要是人家爷爷搞不定的话，干脆就回去吧。在家里种地，你好在这儿受点气。这不还早着吗？我得出去逛逛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梅姨，放开我！妹妹，别怕呀，哥哥呀，就是让你陪我去看个电影。滚开！哎，我快要喊人了！喊人？谁敢不要命的管我的闲事啊？那要是我想管呢？你他妈又是哪个葱呀？你知道老子是谁？那我是不是应该配合你一下，注意一下？老子叫仗得住，外号罩得住，煤炭大亨赵三成的儿子。我把我逗笑了，妈的，给老子干！原来你也是个怂货呀，连手都不敢晃。继续干。是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哎，打我！打你这种蝼蚁，简直浪费我的才华。
妈，刚才谢谢你。没事，路见不平嘛。我叫陈舒雅，希望能和你交个朋友。没想到，好嫩，好白呀，比那个不认我的漂亮老婆还漂亮。谢谢哥哥救我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得先回去了。哎，哥哥还有事儿吗？拜拜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居然有点紧张。小子，别把眼睛看直了，那可是你小姨子呀。哼，别乱想。什么？爸，是。就说陈家有违约，是属下得到消息，那林望海联合了两个兄弟反对，如今看来的叶凤仙更是赵家的叶家族人，准备明天在家族大会上对外一致。有点意思啊，请赵皇下令要灭了陈家。陈家那可是老爷子多年的心血，可是他们这样对他少爷爸，你依然喜欢。可发战狂令，召云州救护来救皇。是。那是战皇信号吗？战皇要来云州了吗？那来个云州是要发生大事了呀！云州龙虎团长苏雪山，哇！战皇，云州地下龙虎，无忌万千战皇。云州守候上官来拜见战皇。今天来呢找诸位也没别的事情，就为我那不争气的儿子，这小子呢屁本事没有，就喜欢泡妞，喜欢多管闲事，我就怕他哪天被打死，所以呢找诸位过来就为这个事儿。战皇放心，在云州谁敢动少爷一根头发，我让他死无全尸。那都不必了，这年轻人出来混呀，就是要吃点苦，受点欺负，这也无可厚非，但不能被人按在地上摩擦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对不起周全之前的老婆了。战皇放心，谁要敢在云州动少爷，我孙铁山提头来见。嗨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钱，只要少爷需要，张口就是。好，大家记着，帮他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能泄露我的身份和咱们之间的关系。你这小子的性格呢，他一旦知道了，就飘起来了，整个世界都得灭亡了。是，大王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进去了。老婆，你想好了，要跟我睡了。老婆，你想好了，要跟我睡了。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？我觉得很好吧，这五官，这轮廓。你够了，他就在吧。是吧，老婆，你跟我睡，还要给我惊喜。袁小凡，你能不能别再这么自以为是了？我的意思是，只要你滚，我可以给你钱，别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陈淑欣，你可别瞧不起我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会后悔？跟一条臭虫似的，我为什么会后悔？行，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就要把你娶进来，把你睡了，生一百个孩子。你妈，还不走啊？睡觉了。我混蛋！小哥哥，舒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舒雅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是我家呀。你家？嗯。那陈淑欣是你？那我姐呀。
那我是你姐夫。哎，舒雅，你别和这俩什么说话。姐，这，哎，我走走走走。你说待会儿你家里人来施压，老爷子依旧坚持要把舒心嫁给那小子，怎么办啊？这个待会儿下个老爷子查水。这是蒙汗药。蒙汗药？你疯了？你给老爷子下蒙汗药？如果老爷子非要坚持啊，就让他先昏睡过去，咱们再把那乡巴佬打成傻子丢出去，万事大吉。这老爷子醒了以后肯定要怪我。哎呀，你是他亲儿子，他还能把你怎么地呀？再说了，我跟舒心都会帮你说话的。不然你还非要让舒心嫁给这个乡巴佬啊？就这么干。今天叫大家来，我有一件大事要宣布。小凡啊，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个兵的儿子。这个兵啊叫袁傲天，他在战场上就没有生命，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。所以我跟他约定，如果我将来有了孙子，一定和他的孩子结婚。那同姓就是兄弟姐妹，要是异姓结为夫妻。小凡是傲天的独子，舒心呢是万海的大女儿，他们俩又同为夫妻。爸，你搞错了，一看这小子就是乡下来的，一定舒心许配给他。就是人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我们陈家千金能不能嫁给个乡下小子？我平常怎么叫你做人呢？再怎么做人也不能毁了舒心的幸福啊。就是这什么事，如果我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过得好，我背信弃义，那这个社会还什么诚信可言？说出去的话，这泼出去的水，懂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打死都不可能嫁给这个乡巴佬。就是，我们舒心将来可是要嫁入督军府的，这瞎了眼才会嫁给这个乡巴佬。说的对，说的对，我们叶家都不同意。叶老头，这是我们陈家的家事儿，你来干什么？凤仙是我们叶家，舒心是我的外孙女，她的事我当然要。怎么，你们要造反的啊？陈老头，今天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也不可能让我的外孙女嫁给一个乡巴佬。老头，你还在这废话呢？赶紧去约，阎王要锁人了。放肆！你敢咒我，给我拉下！大胆！呵呵，我看今天谁敢在我面前动手。陈老头，你护犊子又要跟我翻脸了？我说的话就是天塌下来也改不了，这是逼着我们叶家给你决裂了。我也把话撂在这儿，除非我死，这个事儿改不了。那我也把话说清楚，我死也不嫁。要不我代姐兑现承诺，嫁给小凡哥。要不我代姐兑现承诺，嫁给小凡哥。对呀，你说什么呢？舒雅，你傻了吧？你要嫁给这个乡巴佬？我觉得爷爷说的对，做人呢应该有诚信，而且我觉得小凡哥挺好的。好什么好呀？舒雅，你是选美大赛的冠军，比你姐姐还强呢，你可是家族最大的期望，怎么能嫁给这个乡巴佬啊？还是我舒雅识大体顾大局啊！小凡，怎么样？我也觉得舒雅妹妹更好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嗯，你和舒雅。不行，谁让舒雅跟这个乡巴佬在一起，我不跟你命。对，坚决反对。爸妈、外公，我都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自己的事儿你能不能自己做主？我告诉你，谁把你养大的？怎么，现在长大翅膀硬了？舒心，去给我找个棍子。是。
带下去。再给我叫你试试！谁敢动夏妹妹？反了你了！你一个外人，敢管我们家的事儿？那我就打你！反了你了！你一个外人，敢管我们家的事儿？那我就打你！我看在你是为了丈母娘的份上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我就过分了，你的毛怎么样？够了，你看有完没有完啊？别哭，消消气儿，先喝杯茶。今天我这两个女儿，这个乡巴佬谁也别想娶。谁要是想嫁，拿自己女儿嫁去。你还认不认我这个陈家的家族啊？你老了，管不了那么多，就不要乱管了。就是爸，这本来一家子好好的，这个乡巴佬一来，搞得家里这鸡飞狗跳的呀。别拍，你们反了。爷爷，爸，爷爸，爷爷，我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身体正常，呼吸顺畅，但是脉搏很弱，应该是药物所致。你们谁给爷爷吃蒙汗药了？你这个乡巴佬胡说什么呢你？行了，现在老爷子管不了事了，依我看啊，把这个乡巴佬废了，一了百了。谁这么嚣张？敢废我儿子？谁这么嚣张？敢废我儿子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知道你一个人来城里会被人欺负，不放心你就过来看看，没想到你真的被人欺负。你就是这乡巴佬的老爸，老乡巴佬啊？对呀、啊，您就是亲家母。看你长得这么漂漂亮亮的，怎么这么傻呢？不认识个女婿呢？闭上嘴，臭！谁是你亲家？当年我跟你们陈家的老爷子定下什么亲事，他这个当家人都得认，你不认这可不行。我们就不认，怎么了？这父子俩真奇葩啊，穷疯了怎么地，想着法儿还包吃。老人家，我劝你千万别这么说话，虽然我们是乡下人，但是我们是有尊严的，对吧？哎呀，就你这德行，脸都没了还要尊严。哎呦，我现在呢十秒内滚出我们陈家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的话你们父子俩凶多吉少。儿子，老爸问你，这个媳妇儿到底是要还是不要？我当然要了，舒雅妹妹这么好，我可不想她跟别人。再说了，我可不受任何人的威胁。好，陈小海，你听到了吧？我儿子要娶你们家闺女，要做你们陈家的女婿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男人，我废了他俩！男人，废了他俩！王总，我可告诉你们啊，我当过几天的兵，身手挺厉害的。不要轻易动手，如果我下起手来呢，那没轻没重的。怎么当了几天兵就很能打了？爸，打架可不正装着。乖儿子，好，知道保护老爸跟老婆了，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男人。还有呀闺女，你老公呢，他将来肯定是个人才。那你干嘛？动手！好，妈，你以为我下跪我就不打你吗？爸，你说他们城里人怎么这么不经打呢？他们没种过庄稼，当然没力气喽。啊，那这么说的话，他们都是废物，岂有此理！要你很能打，就了不起吗？通过一个电话，抓了。
喂，哎，王队长吗？啊，我这家里进了土匪，哎，麻烦你过来抓一下。王队长，我们家进土匪了，还麻烦您过来抓捕一下。哎，好好好，您快点。你们父子俩等着，很快你们就去地牢吃黄连吧。哎呀，儿子，你怕我？爸，你说的，我们袁家人顶天立地，学富五车，就是不认识这个怕字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儿子。哼，爸也给你保证，一定会帮你娶到这个儿媳妇。你们俩还猖狂吗？一会儿就让你们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爸，您能不能别把事儿闹大？我是真的愿意。嗯，就敢现眼。程文海，你现在打我的儿媳妇，待会儿我让你下跪求饶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外张总。哟，王队长，您来了。就这两个乡巴佬在我家里弄事儿。就你俩。带走。王队长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王队长，是这样的，他们不是土匪，是来我们家联姻的。王队长，是这样的，他们不是土匪，是来我们家联姻的。联姻？怎么回事？王队长，是这样，这两个乡巴佬来我们家来提亲，我们赶他走，他不走，是吧？还把人打了，好嚣张啊！慢着，你这不问青红皂白的，你就随便抓人，还有王法吗？你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，再给我提什么法？科长，我得提醒你一下，我虽然是乡巴佬，但是我城里边是有朋友的，他有权有势，你是惹不起。关我屁事！科长，既然你不听劝，好吧，行，我跟你们走。来，科长，立功的机会嘛！来来来来来，王队长，您别抓他们，他们真的没有错。别走，苏雅，苏雅，等我，我会回来娶你的。苏雅，我会回来娶你的。我呸！来，啊！你看你，这是啥女人？这下好了吧？你那个厉害的朋友呢？啊？你着什么急呀？肯定在路上。是，一直在路上，永远到不了，是吧？难道你也怀疑你老爸我的实力了？啊，这是城里边，不是乡下。你以为哦，你喝点酒，这一片苞米都是你的？我，连你都知道我在吹牛了。哎，你那朋友呢？不是很厉害？就让他吓唬吓唬我吧，就让他吓唬吓唬我吧。没什么，在路上。行。我有的是时间，我呀就在这儿好好陪你俩玩一玩。站住！他们干什么呢？我来接个人。接人？谁啊？袁傲天。你听我，那再说了，你他妈谁啊？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跑到这个地方来接人？你恐怕没有资格。去，叫你们负责人出来。打！装逼装这个。啊！信不信我叫人把你抓起来？我看看这是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啊！在哪个地摊上弄的东西？你糊弄谁呢你？啊！瞎了你的狗眼！你他妈敢打我啊！兄弟们，打人了啊！学这姿势是吧？给我上！哎呀！我再给你们俩三分钟时间，如果你的朋友还不来的话，我就请你俩
吃大餐。有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有人把我们的人打了。有人把我们的人。谁呀？敢在我们治安所闹事儿？活都把他烦了是吧？谁呀？活都把他烦了是吧？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在我们治安所闹事儿？王三娘，怎么你想撞我？哎，不敢不敢，宋长官，您来有什么事儿？你还知道不敢？宋长官，有什么事儿？您吩咐。赶紧把袁傲天父子给我放出来，然后卷铺盖走人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抓的人是你十八代祖宗都惹不起的人？赶紧给我放人！晚一秒，我要你的命！好好，我放人了，快放人，我放人，快！爸，知不在，我们想办法溜了吧，不然他们回来要想办法折磨我们。怕了？我怕什么呀？你儿子天不怕地不怕，不过你说的，不敢管都。没事儿，你老爸我还是有事有命，等着朋友来接我们吧。爸。我都替你着急，还在吹牛呢。他这么干，你干啥呀？大哥，求求你饶了我。大哥，求求你饶了我。长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别，你别喊我长官，您是我长官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我知道错了，我该死。爸，这什么情况？他不是演戏吗？大哥，求求你们，请你们赶快出去吧。哟，我出去干什么呀？你好不容易把我抓起来，我这样就走了，岂不是对你不尊重吗？爸，这样他后悔了就走不了了。大哥，求求你们赶快出去吧，孙长官还在那边等着呢，以后出去晚了，我小命可就没了呀。现在知道怕了？饶饶，怕了怕了，我错了，请你饶我。好，走吧。他们怎么了？你住口吧！没眼色的东西。哦，站！感谢兄弟前来给我解围。这小子无缘无故抓了你。你说怎么处置吧？那还用说吗？一条狗如果随便咬人的话，肯定要打掉他的牙齿。嗯，给你们领导说，就说是我，赶紧卷铺盖走人，要你的狗命！长官饶命啊！长官！行了，不听你们在这瞎掰扯了，还要给我儿子找儿媳妇了，回头聊。让开！长官，长官，饶命！长官，爸，你是真有两把刷子？是，我有两把什么刷子呀？你那朋友真厉害。哦，还行吧。当年我们俩一起当兵呢，他退伍之后呢，就混出了些名堂。你老爸我呢，退伍之后呢，就回家种地了。爸，开玩笑，你让我从小好好读书练武，你看你的战友都出人头地了，你还在种地呢。所以啊，你老子我没能耐，你呀、啊、好好奋斗吧。我也想当富二代，我也想过那种挥金如土的你为在身边。臭小子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对不起舒雅呢，我要你的命。哎，爸，开个玩笑啊，这舒雅妹妹对我这么好，当然好了。就是干现在什么样？陈家不同意呢。放心吧，他们会同意的。王队长最好把定心丸喝一辈子，远远别放出来。姐，明明是我们先反悔咱们自己的错，为什么要让别人承担后果？你懂个屁呀、啊！真是白瞎你这张好看的脸了，一点追求都没有，还想嫁给那个乡巴佬？就是，你是美少女冠军，你姐只是亚军，都嫁督军公子，你最起码也得嫁个北都豪门才行啊！可不是吗？舒雅未来注定要入住北都豪门。不行，
不行，苏亚妹妹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你怎么出来？不会连小佩一起吧？哼，还真是条赖皮。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我不要你，我要舒亚妹妹。不可能，舒亚是不会嫁给你的。赶紧给我滚，否则的话，我会动用任何势力毁了你。是谁这么嚣张？ 你谁呀？当初饶天和陈老头指腹为婚时，我是见证人。小伙子，别急，你媳妇跑不了，别再找我麻烦了。滚！什么？你让我滚？我让你滚怎么？再不滚，小心我放不了你。哼哼，看来陈老头家教不行，得我帮帮他。来人！知道吗？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兑现你女儿和这位小兄弟的盟约，原谅你。你以为你是谁？随便找个演员就能把我吓了。他要放主咬我，你把他带下去。神龙精卫奉命捉拿汝尊之人，跟我走。神龙精卫，你真的是拿我？怎么？看我穿的很土吗？ 大富大贵惯了，我就喜欢这么朴实无华的出现。老大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还请你原谅我。不行，我的性格必须把你带下去喂脏。老王，属下留情。田老头，你在搞什么？老子做真人的一桩婚事，竟然被你给搞黄了，你让老子的面子往哪儿搁？ 老夫啊，教子无方啊！但是你放心，这桩婚事我一定兑现。这次啊，我正好在云州，知道这事儿，要不然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就被你们给欺负了。是是是，必须给狼王一个明确的交代，你们的小命就没了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是愿意去为我的藏獒？ 还是同意这门亲事？现在你告诉我，愿意去为我的藏獒，还是同意这门亲事？同意，我同意。你们呢？同意同意。什么两个闺女？小伙子，你定的是哪一个？我要是亚妹妹。好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如果再出什么幺蛾子， 我定将你们夫妇下到深牢大狱。是是是是是是。老婆子，你媳妇很漂亮，别负了她。放心吧，姨。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多尴尬呀！你这么讨厌我，还要叫我妹子。你也是，还要叫我女婿。 想得美！昨晚上你滚蛋！那我让爷夫和你说说。哎呀，爷！开玩笑的，看你了。老大，你媳妇的事搞定了，我爸开会相向了。哎，爸，你回去干嘛呀？你有朋友在城里边，让他介绍工作，挺好的。你妈妈的坟没人看。 不能让他一个人在乡下孤单吧？是，妈，你这妈真好。哎，我是对不起他呀。当年他十月怀胎的时候，我没能陪在身边陪他；生你的时候呢，是他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的，我也没能留在他身边陪他。来不及救他。那你当时是干什么去了？就在马上那儿。不是。 让人接电话。喂，老天，我这两天就要临盆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九吴联军犯吴，我已血战数十日，现在战事刚刚逆转，我若离开，众将士危矣，国家危矣啊！战皇，魏国大捷打败联军，大帝命战皇素回宫，封王授爵。谢大帝厚爱，保家卫国乃战将之本分，向战事已结束，我宁愿是先行告退。
舒雅。舒雅。舒雅。所以啊，儿子，遇到爱的人，有时间多陪陪他，一定要对他好，要不然最后你挣的家财万贯，全是滔天的，都买不回来这些遗憾啊！情感吧，我会对舒雅好，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，他拼命！好，这才是我的儿子。那当然。对了，拿着。这啥呀？这上面有三个电话，第一个。等你缺钱的时候，多少钱他都会帮你。第二个，在当地特别有势力的人，当有人对你不利的时候，他会保护你。第三个，遇见什么麻烦事了，找他，他会替你摆平一切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我跟你说，不要轻易给他们打电话，尤其是第三个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儿子，好好混啊，别给老爸丢脸。老爸走了。好。哼，你又来干什么呀？这也是我的家，为什么要来？想不到你跟舒雅还没结婚，也想住进陈家？这么多空房，我住一下怎么了？就不给你住，怎么了？妈，你跟小红哥住一下。不行，我这房子就算是烂了，也不给你住。我这房子就算是烂了，也不给你住。行，我出去租房子。小房子，我陪你一块儿住。你见不见呐？你个乡巴佬，你这么倒贴呀、啊！妈，你别这么说小凡哥，他以后会有出息。不能有出息，没文化，没背景，他能有出息啊？母猪都能上树。岳母大人，别叫我岳母大人。莫欺少年穷了。你当着公媳妇给我看看。你要是能有出息啊，我跪地上给你磕头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咱们还是先租房吧。哎，舒雅。老板，我要租一个两室一厅的。好好好，那我马上过来看。走吧。哟，舒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谁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？就是，怎么了？你该不会是疯了吧？找这么个土包子做你男朋友，你胃口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？你胃口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重？喂，到了吗？啊，到了，在楼下。先生，是你要租房是吧？啊，是。什么？租房？你不会穷的连房子都买不起？租房住吧，像我这种住别墅的人情何以堪？舒雅，你这是在羞辱我，你知道？像我这种高富帅追求你，你不答应，反而和这种租房住的穷屌丝在一起，你真的是让我三观尽毁啊！你在说我穷？是啊，说你呢。让我打个电话让你看。喂，叔叔。我是小凡。小凡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叔叔，现在有个人羞辱我，说我穷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什么？有人说你穷？真是瞎了他的狗眼。是啊，您就说该怎么办吧。两个办法，第一个，你需要多少钱，我用钱砸死他。第二个办法，无论他多有钱，在云州这里，我可以随时让他倾家荡产。行，我觉得就两个办法一起用吧。我叔叔说了，马上派人送钱过来，让你看看他的实力。你还真会装呀！你一个租房住的人，让我手上有几套别墅的人看你的实力。辉哥，你是真被羞辱了，要帮你揍这傻逼吗？别别别，我们有钱人要有点素质，别人很穷了已经很可怜，你还要揍他，多残忍！不如让他羞愧致死，不好吗？张慧，你别太过分。哎，不过分。他今天要是不拿钱砸我，我就让他跪下来挨。真的？那我好怕呀。怕了啊？要是你让陈舒雅陪我睡一觉，我就放了。小王哥，咱们赶紧走吧，别在这疯子。哎，想死我？今天他要是不拿钱砸死我，这事完不了，是吗？请问哪位是小王总？我是。还小樊总，你见过在贫民区租房的老总吗？我没见过在贫民区租房的总，但我见过屌丝冒充老总装逼的。你不是让人拿钱过来砸我，怎么就来了两个人，还他妈空手啊？对呀、啊，钱呢？你不是让人拿钱过来砸我，怎么就来了两个人，还他妈空手啊？对呀、啊，钱呢？你在想？
没带钱？你找的演员都不配合你，你不是要拿钱砸我吗？让我震惊一下，赶紧的！我好想你用钱砸死我呀！你这种穷屌丝乡巴佬，竟然跟辉哥这种富二代比钱多！张辉，你有钱了不起？我不准你欺负小凡哥！陈舒雅，今天你必须做我的女朋友，我才考虑放了她，否则她会死得很惨，是吗？就凭你，一个乡巴佬花五十块钱请来的群演，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说？给老子滚！别人坑爹，我爹坑我呢，你没带钱来干什么？这不找羞辱吗？小范总，现金我是没带，但我带了一张卡，行吗？卡？没错，这张卡是环球银行超级黑金卡。超级黑金卡，全球只有100亿富豪拥有，资产必须万亿以上，拥有在各大银行提款10亿的权限。吹，使劲的给老子吹！这个老子都没有见过，你居然说你有？哼，老子活脱脱的一个富二代，你他妈拿我当傻逼呢？这吹牛吹大了，我脸还挂不住。小子，赶紧过来，跪下来受死吧你！受什么死？你有没有了解过这张卡的真假？哎，不用了解了，我拿性命担保，你就是一个吹牛的傻逼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你的狗眼看看世面。好啊，见见世面。这位是环球银行的客服，我们就让他来验证一下这张卡的真假。他是环球银行的客服？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？随时能带着银行客服啊？这是我的证件。这真的？有没有可能是伪造的？对，我怎么知道？你这是不是假的？上面有公开的银行电话，你可以查询到我的姓名和工号。现在我要在手机系统上进入环球银行系统，查询这张卡的余额。哼，行，老子看你一眼，老子看你演的什么？在云州只有上官家族，其他人不会拥有环球银行的超级黑金卡。你告诉我这张卡上的余额。您好，您所转卡号余额为13800亿元整。这13800亿？这13800亿？这怎么可能？因为这是冥币。哎，是，绝对不可能。这肯定是能耍的把戏。好啊，那我就再跟你耍点把戏。小樊总说让你们全家破产，你现在可以报出你父亲的来历。我现在送你全家上街去吃饭。他妈以为你是谁啊？我爸张德利做房地产，你试试。好啊，你等着。行，我等着。老子看你这个戏怎么演得下去。我直觉啊，你会跪下来求我。你他妈以为你自己是谁啊？老子会跪下来求你？等你这戏演完了，看老子是怎么收拾你。小班总，等一下我就送他们全家上街去乞讨。哎呦，好，我懂。爸，你个王八蛋，干什么不好要去得罪阎王？银行上的催债，合作方拉黑，账钱完了。阎王？谁是阎王？他叫袁小凡，你有招惹过这样的人吗？袁小凡？你是袁小凡啊？怎么要打我呀？哎，不不不不，哎，大哥，都是我的错，你饶了我一回啊！辉哥，你这怎么了？混蛋，还不快给小凡大哥跪下！你们慢慢跪吧。我租房子。什么？你还要去租房子？我晕了，这张卡里有这么多钱，拿去买套别墅吧。啊？什么？你还要去租房子？我晕了，这张卡里有这么多钱，拿去买套别墅吧。哎，不不不，我爸说了，如果非必要，不能收人头换。得拿命啊！哎，别走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放过张家一把吧，求求你了。你们富二代还求我个乡巴佬干嘛呀？走！哎，你这饶了我们，就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哎，妈，还要逼我揍你？啊！啊！啊！哦呦！啊！可以签合同吗？好，准备好。对，你是两份。行，
那我就先走了。嗯。小凡哥，简直太厉害了！你是怎么认识上官守护家的人呀？这个如果一定要个原因的话呢，那就是我太优秀了吧？你何止是优秀，你简直是太优秀了！舒雅，放心吧，做我的老婆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相信。哎，不要！怎么了？我妈说了，还没结婚，不能变了。哎，要的，这人世间的美好都在这儿呢，是啊。我们现在只是恋爱，不能亲近。这，那行吧。糟了！哎呀，今天是外公的八十大寿，我说好要去庆寿的。那你赶紧去啊。你得跟我一块儿。我为什么？你现在是我未婚夫，咱俩是一家人，你必须跟我一起。那不是还得送礼？肯定的啦。行吧，我就送个生日蛋糕吧。你就送个生日蛋糕啊？要不然呢？我看人家送礼物都是几万几十万的。是呀，优秀的人呢都不跟别人攀比。哦，好嘛。行，那先准备一下啊。嗯，我马上过来。喂，你现在给我准备一份厚礼到叶家去。你走吧，走吧。舒雅，我送这个蛋糕你真不觉得寒碜呢？小凡哥，你自己都租房住，咱不跟别人攀比，送个蛋糕就可以了。真懂事，来走。爷爷，这是周少送您的礼物。怎么不见舒雅呀？她都不来给爷爷祝寿了吗？爷爷，这是周少送您的礼物。怎么不见舒雅呀？她都不来给爷爷祝寿了吗？她呀，爱上了一个乡巴佬，跟没见过男人似的，约会去了。姑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再别提了，姑姑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。她都不把男朋友带来给爷爷祝寿的吗？哼，千万别带来，我们叶家可丢不起这人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竟然能让舒雅喜欢他，可是我们云州美少女的冠军呢。倩倩，你别再说了，你一说呀，姑姑这心里都跟扎刀子一样。外公，我回来了。你来就算了，还带这个乡巴佬来干什么？在你们陈家丢人还不够，还能祸害我们叶家。外公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小凡哥再怎么说也是我们陈家的女婿。外公，生日快乐！不会吧，爷爷八十大寿，那你生日蛋糕啊？过生日不送生日蛋糕送什么？我送的可是价值百万的婚戒。那你可真牛啊！拿一个蛋糕，滚吧！你叶家不欢迎。叶老爷在家吗？有一份厚礼送到。叶老爷在家吗？有一封厚礼送到，寿礼礼单，一根价值500万的明朝古董烟斗，一个300万的清朝宫廷鼻烟壶，以及价值千万的云顶峰现代派别墅。什么样的贵宾送老夫这么厚的礼？看到了没，乡巴佬，人家这才叫送礼，你就提个蛋糕也好意思拿出手？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贵客，这个人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乡巴佬，你可千万别理他。小班总，他们如此待你，这里还送吗？他们要赶我走呢，我觉得不用送。你的意思是这礼是你送的？这不是我送的，
难道是你送的？你能送得起这价值2000万的礼物？啊，舒雅妹妹，你的意思是他故意找了个演员来吹牛的喽？那不然呢？哎，爷老，哟，赵总，生日快乐！赵总啊，请进。赵总都来给爷爷贺寿了。哎，朱雅，你也在这儿？对呀、啊，你也在这儿。赵德柱，你好威风啊！不敢不敢，在你面前我全是蝼蚁。蝼蚁。赵总，这位是叶老，你不认识吗？这位可是上官首富家的总管，以前地下世界的扛把子朱爷。上官首富家的朱爷，朱爷难道不是给你来说的吗？朋友让我送份礼，没想到他们认为我是演员，送不起。正准备让我走呢。朱爷，是老夫眼拙。有眼无珠，还请见谅了。你觉得我应该原谅你吗？小凡，你替我说说话呀！刚才你们这样羞辱，心里没点数吗？还要我说话？都怪你，得罪了小凡。小凡哥，算了吧，今天毕竟是外公的生日。行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算了。哎，小凡，别走啊！你的礼我收，我都收的。现在要收，我还不送。这，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儿。爸，爸，怎么了？医生，快送我医院吧！爸，怎么了？爸，乖啊。喂，舒心啊。龙少，你可要帮我出气啊！什么事儿啊？我要你帮我废一个人。废成植物人的那种。谁惹我的宝贝不高兴了？一个乡巴佬。一个乡巴佬，乡巴佬也敢惹我的宝贝不高兴？你把消息发给我，我现在就帮你。小凡哥再见。哎，雪，你竟敢这么陪我？我都说了，得结婚之后才行。这抱着睡，我也不做。可是，一回家我爸妈会打我的。那行，那我就一手接。不会的，医院里会有人陪你的。不会的，医院里会有人陪你的。哇，这你有证据？怎么，大哥，你想玩吗？废话，这不证明你不想。那我们给你按住他。我给你们个机会啊，赶紧滚！有什么？给我们个机会？你他妈以为老子谁呀？啊？我管你是谁。都他妈一样，不同的。那老子今天先送你一程。我这，啊，你这，来呀，打我呀！你知道我是谁的人吗？那我是不是要给你个面子？问问你到底得罪了谁呀？我们是黑龙哥的人。黑龙，黑龙，黑龙什么东西？你他妈活腻了，敢这么说龙哥？我就这么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凡哥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这个黑龙惹不起的。什么惹不起？他是夏家大少，背后有人的，惹他的人轻则残废，重则直接消失，小孩听见他的名字都不会哭了。小子，你现在知道怕了。只要你跪下跟我磕头道歉，把你的女人跟我玩一玩，我可以考虑啊。走，从来没有废过你。我给你个机会，今天拿你开个头。啊！回去告诉黑龙，随时来找。他真是这么说？龙哥，我不敢骗你，他真说要灭你全家。妈的！敢这么跟老子叫板啊！老子不灭他全家，老子就不要黑龙。这样，明天把兄弟们叫上，把那个陈书雅给老子，大家一块玩。我要让这小子体验最痛苦的事。黑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书雅人。我妹，找她干什么？现在把她给我喊出来，否则我踏平你们陈家。姐。抓住他！你们要干嘛？电龙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她可是我妹。别说是你妹，就是你妈的妹，
说吧，那个小子在哪？把他给我叫过来。我不打。叫不叫？叫。叫不叫？我不叫。有种，我看是你能扛，还是你就算把我打死，我都会把他叫过来的。好，那老子只能跟你玩命。哎，铁龙，等一下。我劝你少管闲事啊，不然我连你一块收拾。我能把那个新闻往上背。你能叫吗？叫。哎，姐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能打，你打的话你会害死他的。姐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能打。你打的话，你会害死他的。哎呀，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担心那个香麦老？你是想毁容还是毁身啊？别他妈废话了，赶紧打！舒雅，什么？黑龙把舒雅抓走了？怎么样？打了没？哎，打了。他说他马上就过来。老子今天就让这儿变成屠宰场，然后慢慢的对他消金发脾。对，那个乡巴佬实在可恶，一定得好好教训他。你们是谁？要干什么？老头，这儿没你的事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哼，混账东西，放开我神鸟！哼，混账东西。放开我孙女！老头，我这会儿很烦，别他妈惹我。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私闯民宅，有话都没完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老子就是王。好啊，那你就给我等着，我就请人来看看你的王法。这老头太蠢了，坐吧。去你的吧！主席。老头儿，你现在不讲究，我让你给我钱，老子一身铁骨，你想啊？杀！爷爷，老东西，我刚刚都劝过你了，你自己非要作死。你这个混蛋，怎么能欺负我爷爷？这有你说话的？老东西。现在爬起来跪着给我磕几个头，我饶你。老头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可以饶你。嘿，老夫十八岁成军，二十岁杀敌，三十岁威震四方。要不是战场上受伤留下隐疾，岂能被儿子给欺负？都这样了，还吹牛逼呢？爹老，你别打爷爷，他以前是真厉害的。以前厉害有个屁。秦始皇千古一帝，现在不也是一堆糊涂？对了，那个小子怎么来了？他该不会不会来了？我再打电话催催他，咱们先进去等。不进去。爷爷，放开我！赶紧放开他，不然我弄死你！小凡哥，赶紧走，他会杀了你的。是真的，放开你。啊，小子，知道为什么你来？因为我给你安排了一个新妻，我要让你看着你的女人被集体侮辱然后死。我劝你悬崖勒马，赶紧给我跪下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让我跪下来给你道歉？对，这个情妻真是喜欢死。动手！动手！哟。小子，刚才不是让我跪下给你道歉吗？怎么自己倒地了？我兄弟来，自然知道厉害。你兄弟一个乡巴佬还有兄弟，把他给我按上，我要让他知道他作为男人最大的屈辱。你敢？你看老子！按住！定了，这不能这样，她可是我妹妹啊！算了，我需要给你。你再这样。我以后就不找你了。谁稀罕你？教程都没有，当真以为我行？滚一边去！王八蛋！哦、王八蛋，拼了！爹夫人，放开我！你们在这干什么？
在这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带这么几个人，觉得自己了不起是吗？哪位是我的小凡兄弟？竟然打你！你这是打我！再晚来一点，我命都快没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他们算个利息。乡巴佬，原来这几个是你找的帮手。说吧，打了我小凡兄弟，该怎么处置？打了就打了呗，你在，连你们几个一块打。小子，行吗？那我就不给你机会。五仙，小凡兄弟，要这帮人怎么处置？那就打成植物人吧。可以。等一下。我可是先开大车，我们家黑白两道都有人，敢动我，你们必死！夏氏家族，夏细归。对，我爸就是当今的云中地下王。夏氏，那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是谁？我很平凡，江湖人称七，外号杀猪匠。你是云中地下王吴七爷？难得，你竟然听说过。哎，七爷，饶命啊！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是蠢。我已经给过你跪下的机会。七爷，您也只是云中的地下皇而已。我伯伯可是北极战王夏龙征。你伯伯就是玉皇大帝，我要灭，照样灭。动手！七爷，七爷饶命啊！七爷，全部拖出去！全部拖出去！小凡兄弟，您的伤势不碍事吧？没事，我会点医术。那就好，事情处理完了，我先走了。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行了，我走了。行。水啊，你没事吧？小凡哥，我们真的没事了吗？我是在做梦吧？真没事了。我朋友都解决了，我说过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小凡哥你真好，本来他应该是我的，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抢回来。怎么样，大少被重手法所伤，经脉全废，神经受损，此生已废。你是医神啊，可以从阎王手里抢人的，你都没有办法吗？这世上只有一种医术可救大少，但老夫不会。说明书，天下归元术。天下归元术，对，谁会？老朽也只是听说过，但从未见过。给我悬赏寻找，我花多少钱要给我找到会天下归元术的人。是，老朽告诉我。小凡要了你的命，夏西归誓不为人。啊！岂有此人如此欺负夏家？不灭他就亡我在北京称王。会战机归云朝。是啊，你先回去吧，好好休息。我明天还得去看个门面呢。你看门面干嘛？以前乡下是我爸教了我医术，我想开个门面打农场吧。到时候你的医馆开业了，我给你送花篮。好，那先走了。小凡哥，那你怎么来了？那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那你说呀。咱们进去说吧。说吧。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。不是吧？你会喜欢乡巴佬？
之前的都是误会，经过这段时间我才意识到你才是真的。哎，我可不要你觉得，反正你也不是舒雅，你怎么想我根本不在乎。你和舒雅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为什么？舒雅她比较听话，父母让她在结婚前不能和男生睡，所以你俩要是没结婚，她是不可能把自己给你的。但是我可以。哎，我愿意，只要我喜欢，等多久都行。相反呢，那些我厌恶的人，不管多努力，我都没兴趣。咱俩才是指腹为婚的一对，这是天意。我以前就觉得你高冷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呢。你现在看到我实力了，跟我讲缘分。严小凡，错过我这种漂亮又体贴的女人，你是会后悔的。那我能不能客气跟你说一句，滚呐！行，咱们走着瞧。我这门脸开起来啊，生意肯定。哎，我开药铺的，我可不凶。小兄弟真是个好人，现在像你这种身后有贵人还这么低调的年轻人不多见了呀。小哥，你真的是当着，不然我不醉着。喂，你说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去。怎么了？外公突然脑溢血，您说放弃治疗吧，可能不久就会人事了。那赶紧回去吧。门面定了啊，把合同就给他。爸，你别吓我呀，爸。爷爷，你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起去旅游的吗？爷哭了，准备后事吧。这是重度脑溢血，全球没有治好的先例。等等，下班老来干什么？看在舒雅的面子上，我不计前嫌，可以给老爷子治疗一下。你是哪里来的宠物？这是重度脑溢血，你能治啊？我要是能治怎么办？你要是能治，我去吃大粪。好，去准备大粪吧。你也佩服爷爷，爷爷都这样子了，你还要告诉他？哎呀，医生，你来了！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救我爸呀！好说好说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滚开，让医生给爷爷看病。我说了，爷爷的病只有我能治。小子，你知道老夫是谁？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！不管你是谁，我说你治不了就治不了。如果我治得了呢？如果你要是治得了，你随便怎么样都可。好，治得了就得给我学狗叫，从这里爬出去。好，要是治不了，我也一样。那你开始吧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啊？我能救过吗？大夫消耗我强大的心神，至少需要100万成脑，就看你们了。只要能救醒我爸，100万就100万，您治。好，爽快，那我就开始了。听说医神的九宫神主很厉害，或许真能救叶老也说不定。爷爷，爷爷醒了，我爸醒了。夫人，可以复酬劳了。我这就给你付。哎，等等，你又要干什么呀？我不想你的钱被骗。小子，你在这胡说什么？我们可是打过赌的。你输了，赶紧给我学狗叫，从这里爬出去。身为医者，应该悬壶济世，我是用来诈骗，我要把你的手段全部揭穿。我把一个将死之人救活，你还要揭穿我？这个乡巴佬可不是一般的可恶，还不把他赶出去。舒雅，这次我一定要阻止你跟他在一起了。你要是跟他在一起的话，就从我们陈家滚出去。我们陈家坚决不能接受这种害群之马。小凡哥，是依明明把爷爷救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污蔑他？舒雅，人体有三个应激穴位，虎口、人中和心脏，不管是晕厥还是将死，只要刺激这三个地方都会回光光。他就是用这个办法刺激老太爷，使老太爷清醒过来，但并不是救醒，不出三分钟老太爷就会昏厥吐血，到时候早就拿着钱跑了。真的吗？他血口喷人，你们还不把这个害群之马赶走？你慌什么？你等三分钟看看呀。
老夫还有事，哪里有时间等你玩？老爷子我已救醒，老夫还有要事，先行告辞。别走，等三分钟看看，你们还让这小子在这耍横吗？是想得罪我？江八老，你还赶紧让开！医神要生气了，你能承担后果吗？妈，他这是嫉妒你。好，我呸！乡巴佬。哎，我们刚刚不是说只要我输了，不就爬着学狗叫吗？对呀，我咋把这茬给忘了？赶紧的，给我学狗叫，从这里爬出去。行，我现在就快点。我可以先爬再学狗叫吧？可以。赶紧的，乡巴佬真可怜，赶紧爬。哎呀，爷爷，啊，你看我爷爷，爷爷。哎，妈，出了事什么？啊，你让我走，把钱分一半给你。什么？我放你走，你分一半钱给我呀？什么？我放你走，你分一半钱给我呀？你。骗子，赶紧救我爸！赶紧的，骗子！你爸是重度老医生，我实在也没办法。你要是救不了我爷爷，我要你的命！哎，你不是说你可以治，是真的吗？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骗子，你高人指点儿这样。能看出我是骗子的，一定是高人，你肯定能，你就帮我救一下。我也想帮忙，叶家人让我滚呢。那这样吧，你们玩，我不凑热闹。哎呀！好女婿，你就帮帮忙吧。是啊，妹夫，你还跟舒雅一起喊外公呢。别说了，我上不了，我回去陪你。舒雅，来说句话呀，你老公。小凡哥，那你帮帮忙吧。我不怕别人对我狠，就怕别人对我好，绝不允。但是我也不是随便受窝囊气的，让你妈给叶家人讲理道歉。乡巴佬，你别太过分。还叫乡巴佬？看见，你不想救爷爷了，长脸道歉。看见，你不想救爷爷了，长脸道歉。对不起，妹夫，我错了。看在人命关天，舒雅的面子上，放过。小凡哥，你真能治吗？放心吧。小子，你还装上重度老医师，只有天下归元术可治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老夫只是怕出人命，让你接手背锅。你还飘起来了，等着去坐牢吧！你干什么？叶一老医生，你打他干什么？原来他也是个医生。不要吵，去准备一碗热水和一碗凉水。还不快去！你要是救不活爷爷，你要命好看！天下归元术，没想到老夫在有生之年竟然还能见识到这种神奇之术。你的意思是他能救得了爷爷？废话，天下归元术一出一万物，生者可延年，百病都可除，你觉得治得了吗？怎么这么多人了？爸，你重度脑溢血，医生都说你没救了。是小凡，是小凡救的你。小凡救的我？是小凡救的。老夫那么羞辱你，你还救了老夫一命，老夫惭愧呀、啊！多谢小兄弟的救命之恩呐、啊！爸，什么小兄弟啊？是你外孙女婿。啊，对对对对。他和舒雅是一对儿，舒雅的命真好啊，找了这么个好男人。好了，老爷子，这病呢没什么大碍，平时注意吃一点舒筋活络的药就行了。啊，我舒雅这两个跟我打赌的嘛，一个要吃大粪，一个要学狗叫，还不赶紧的？我愿拜高人为师，跟高人学习。德行不行啊？得学医，学狗叫吗？你就是，我们两个赶紧蹲下，快点！哎呀，哇哇哇哇哇！来，我敬小白一杯。
啊，敬舒雅找了一个小凡这样的好孙女婿啊。对对对，我们一起敬小凡一杯。没想到小凡还有这么厉害的本事呢。来来来，来。我一定会找个比你好的男人。小子，你今天让老夫受苦，老夫必算计你到死。喂。啊！你找到会天降元术的人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让你们帮我找来此人，送你一千万。儿子，你有救了。大师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呀，是来给大师送一盏富贵的。你看我像是缺富贵的人吗？我认识一个豪门望族，他家的龟意外受伤，现在是植物人的状态。大师要是能救治的话，以后可平步青云。要是别人来请呢，我或许就去了。你来，没兴趣。悬壶济世，治病救人，你这样有失医德啊。学医治病救人不假，但是救人若是那恶人小人，助纣为虐。对方是好人。你的话我一句都不信，跟个放屁一样。别以为你艺术高明就了不起，有些人你得罪不起。还不滚，给我揍你，我等着。滚。什么？他拒绝了？是的，他说夏家恶贯满盈，不可救治。岂有此理。来人，小子，把他给我绑过来。小子，瞧吧，等你把夏少治好了，我就用强逼你把医术交出，然后杀了你。喂，舒雅，叫我看电影啊。好好好，我马上来。谢哥，来抽根烟。不用了。怎么样？怎么？还打我呀？妈的，你想死了？这么跟谢哥说话？谢哥，我帮你收拾他。谢哥，赶紧上呀，还在等什么？你看他敢不敢动？不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，我是来请你帮忙的。帮忙？你要我治下病毒啊？是。别想了。我竟然废了。谢哥，就是他打上夏少的。没错，现在轮到你了。谢哥，救我呀。吴七爷，你觉得我能救吗？小兄弟，饶命，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放你一次就可以第二次。哎呀哎呀，饶命啊，饶命啊。我告诉你，夏地龙作恶多端，小孩听他名字都害怕，他咎由自取。你回去告诉夏，以后不惹我，咱们相安无事。要是再不三顾其约，什么？他就是打伤定龙那小子？是的。岂有此理！胡七罩着，这是要在我夏家头上拉屎啊！可我们完全不是胡七的对手。俺小区有夏家。大哥，您回来了。有人欺我夏家，我回来踏平。你也在这里欺负？是啊，欺负咱们夏家，就是没把大哥您放在眼里，我恨死就死。就是那个胡七乡巴佬，是吧？没错，我们就是这两个人，先踏平胡七，再收我们那个乡巴佬。我要让他们滚掉夏家的老太太。管理看官，踏平胡七的所有窗口，带胡七来见我。是。大哥，丈夫跟人吵架了，还收了咱们的地主。你说，咱们合法经营没招惹丈夫。你说没有招惹就招惹。你是谁？北王麾下。滚。是夏。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这第一嘛就是降服于我，第二死。我选择杀了你。小子，
贵吗？只有死去，一股气上。哦，是。你们两个还不够，让我来。怎么样，服吗？要杀便杀，别那么多废话。哎，我不忙杀你，我要给胡七带点礼物。走，小兄弟，喝茶。多谢七爷。喝茶。还是七爷厉害，坐镇云州十年，无人不服。讲了。不好了，七爷。慌慌张张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据下面消息，七杀堂和九命堂等多数堂口已经被占部的人踏平了。什么？他们有可能已经直闯总部了。不是很可能，而是已经来了。放开他们！好啊，只要你割下自己的头颅，我就放了。岂有此理！那个七爷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行一步，告辞告辞。哎。怎么样，胡七？贵，贵！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冲我来，不要用他来威胁我。胡七不是我的对手，但是我很享受这种压制的感觉。七爷，别受他威胁，相信我，先走一步了。七杀！没想到他有几分血性，但是终归就是条狗，跟你拼了！你，你，七爷，就这点本事呀，也敢称雄一方啊？你要为你今天所做的一无所代价。哦，是吗？你可能还不知道我的来历。老子来北王麾下，别说是你胡七，就算是全云州的高手来了，也不够我判官两个手指头捏的啊！判官大人，怎么处置？先带走，抓了那小子一并解决。是。大凡哥，今天的电影好看吗？好看呀，只要跟你一起，什么都好看。我说真的。我也说真的呀，特别是男女主亲亲的事，我也想亲。亲可以。好好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这么放纵啊？哇，听说你会医术，是的，帮我治个人。谁要病治啊？不认识没关系，待会儿你就认识。看来这个忙我是不会帮的。哦，是啊。是啊。小子，我也没想明白，你凭什么有什么勇气敢跟夏家对抗？你们是夏家的。哎，对，好，丁龙，我一定会治好你，帮你报仇雪恨。走，报北王，给你带到。他就是打伤丁龙那个乡下小子。是，就你，别敢惹我夏家。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，少废话。我现在给你个机会，治好点，别饶你一命。要我治他，你想都别想。说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会治他。再告诉你，别动。你还以为你现在是有靠山的人？把那两个菜鸟给我带上。是。走。七。你。放掉小凡！什么东西？让我放我就放。
现在开始救人，不然他要杀人了。你，我救。报长官，胡七和小韩出事了。什么？北王归来，踏平了胡七所有的仓库，把胡七和小韩抓走了。王？是的，北境高手判官和北王一起。赶紧，立马准备人去夏家。是。喂，是玄武战神吗？小凡被本王抓走了，赶紧报告战皇，我先赶过去阻止。赶快备车。是。天龙，爸，爸，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你被人打伤了，刚被救醒。啊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就是他治好你的。不，是他打伤我的。天龙，是不是他伤的你？对，就是他带人打伤我的。大宝，你要替我报仇啊！大宝，很好，我这就帮你报仇。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威胁我？切，切！跟你拼了！我妈妈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动手？这个邪恶无序的小人！你这种蝼蚁，我想杀就杀，跟你讲什么信？算什么东西？大伯，替我杀了他！杀他还容易，我要给他痛苦的死法。燕妞，是你心爱的女人，你错了。你别欺负女人！老子动手，从来不问男人女人什么心情。地龙，起来吧，把他送给你吧。我猜测，睡仇人的脸肯定会很刺激。哇！一个，一个，哇！杀了他！是，我是说，别动，敢！你是什么人？拿枪指我的头！荆州蒙古团长官孙铁山，听说有人动乱，喊来制止。放下！老子是北王夏东周，赶紧收起你的枪，老子滚蛋！没事。这是狗贼，他们杀了七爷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草菅人命，你有何话说？你这小子是一伙的，别管是不是一伙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草菅人民该当何罪？老子封北王，没有地宫可分罪。这蝼蚁，必须得我！快把这狂徒拿下！一群蝼蚁，别敢出来大呼小叫！已经说过了，你们要感动他死无葬身之地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吹牛？别说你小小的蒙古团，就算是你们南王来了，也得给我七分面子。我话说出来，动谁都别动小凡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今天偏要动他。动他了，怎么了？动了他就得死。他又是个什么东西？赶紧跪下受死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判官，在此等狂徒，杀，正待何时？是。嚯！瞧这神！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地宫双战神之一的玄武战神。失敬失敬，你在北境称王，交付模糊，认不得我一丈。玄武战神哪里的话，是你追随战皇，建功立业，旁人不认识你也是正常。方才多有得罪，赶紧多多包涵。没什么包涵的，今日你在此作恶，招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自己跪下断一手一脚，不可以留你，否则下下
这次轮入玄武，心如泰山，是战神，而我已成你官。大帝我给我几天磨灭，你敢动我，或者动手？你要跟我动手？不想跟你动手。如果你要插手夏家的事，那我只好让这世上再无玄武。给我杀！偷袭！你知道我这人为了达到目的，从来是不择手段。不要怪我卑鄙，要怪你自己一时抬举，让我与我作对。我乃战皇麾下。你敢杀我，战皇绝对不会饶你！哼，少拿战皇来吓我。据我所知，战皇一隐退多年，已经很久没出面。我也没看见你，是吗？你意思，战皇会为了你漏？不要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前日边陲危机，大帝命天罡去请战皇出山。战皇都没出来，只是给了令牌。天罡调了昆仑魔鬼军团，你意思大帝的面子还要大？夏大人，你可是我为何来此？为何？以战皇之命前来保护宋方的孩子。是说你奉战皇之命救一个乡巴佬？你是被打傻了？战皇会管一个乡巴佬？他说的没错。战皇，快见战皇。伤得怎么样？我被北王这老狗偷袭，中了他的九阴毒手，伤了五脏。杀了这老狗！慢着，我先替玄武疗伤。下朱元树，你是师傅？这是你一心草，吃了。是啊。小子，你喜欢医术吗？喜欢，你是？我是一个医术大师，你要是有玄狐济世之心呢，我可以传授你一些。谢谢师傅。小子，挺聪明的嘛。行，那我就把天下归元术传给你。头取胸，另作小子，我这师傅不错吧？你瞧你医术，还帮你出头。当然了，是天下最好的师傅，那是比我爹好多了，是没功吹。是吗？你比这个老头子还不如。认我做弟弟？哎，那可不行，有天才有地，有爹才有我。虽然您是大人物，但我爹始终是我。猪小子在背后黑咬我，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。谁说的你？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他叫人打我，杀我。误会啊，战皇，这是个误会。我不知道他跟您的关系，若是知道，我肯定不会动他一根头发的。是吗？那你知道我跟玄武的关系吗？这玄武乃我手下战神，随我南征北战，戎马一生，为江山社稷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。没想到你竟然想杀他灭口。我没想杀他，这是一点误会，望战皇明察。我虽不在江湖，但江湖在我的手中。北王，自裁吧。你要自己动手的话还好，可是我动手的话，会死得很痛苦。求战皇饶命，我一定改过自新。谁知道我在战场杀敌，从来不给敌人机会。敢动了战皇的人，就是我的敌人。自己动手，还是我来？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那老子今天就跟你拼了！给我上！
还敢与我动手？如此不堪一击，还敢与我叫嚣？天皇饶命！饶你的命！保家卫国没有你，作威作福全是你。我要饶了你，天理难容。想必须吗？上皇，等等。啊！这老狗刚才偷袭我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亲手了结他。好，交给你处置。小五战士饶命！哼！小皇饶命啊！我不想杀过多的人，尤其是你们这些蝼蚁。现在夏冬冬已死，你们也就没有了靠山，以后也就做不了恶。但是今天我露面的事情，还有我跟小凡的关系，不能透露。谁要是说出去的话，有谁的命。是。哎，师傅，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我是你徒弟呢？要是让别人知道我是战皇的徒，那谁还敢欺负我？哼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势力都想杀我，你还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名字？他们一旦知道了，就会对你下手。我明白了，师傅，您是保护我。明白了就好。记着，一个男人要想闯世界，不要老指望别人，得靠自己奋斗。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可不会给你丢脸。行了，这件事儿知道没发生过，我走了。哎，咱还是留个联系方式吧，不然以后怎么联系你啊？没必要再留联系方式了。有缘自会相见。哎，小凡哥，你好厉害呀！你师父竟然是咱们国家最伟大的战皇。是啊，我也很惊讶。这个战皇是我从小的偶像，我也没想到我早就认识他，还是我师父。吧。穆少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我看到我妹和那个乡巴佬在一块，你去帮我羞辱他。断了吧，何必跟个乡巴佬见识？这个乡巴佬一直对我死缠烂打，恶心死了。好吧，羞愧之死。好吧，今天高兴，听说过。太好了。果然是个乡巴佬，吃个火锅都觉得不高兴。亲爱的，你别这么说，他真是乡下来的。能吃火锅对他来说已经很幸福了。你是陆少高？你认识我？我袁小凡呢？你小时候治病在我家住过半年呢。谁啊？请问这是袁傲天先生家吗？是呀，怎么了？袁先生，听说袁先生医术高明，还请为我儿子治病。哎呦，我连自己老婆都救不了，哪有什么医术呀？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我常年在军中，家里的事很少管，得知我儿子眼球异变，可能失明，听说袁先生医术高明，所以说冒昧打扰，还请袁先生为我儿子治病。你是战卫？是啊。小子，我他治吧，但是呢他得的是眼疾，需要你们在这儿住一段时间。没问题，只要为我儿子治病，多久都愿意。袁先生，感谢你治好我儿子的病，以后到城里需要帮忙，尽管来找我。好说好说。小凡，我要走了，但我会记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好，我们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袁先生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好。小凡再见。再见。你是袁小凡？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变了呀。没想到你也进城，走，我先吃个饭去。好啊，那高低喝两杯。走吧，叫停哥。好。哎，亲爱的，你看怎么样？不是说好休息吗？怎么就请他吃饭了？就他，也陪我请他吃饭。那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要羞辱他吗？一会儿我叫两个朋友过来，好好羞辱他。原来你早有打算呀。我堂堂督兄公子，他也陪我请他吃饭。陆公子呀，杜少，来坐。
跟您介绍一下，哎呀，这位是顾少，外号云中小霸王。这个呢是小凡，是我以前在乡下认识的朋友。哎，陆公子，你还认识乡下的朋友啊？哎，很早就认识。那这么说，陆公子，你还真是重情重义啊！就现在这社会，人都势利，像陆公子你这身份、这地位，哪还能瞧得起这乡下的人啊？好，哎，这位美女你还没见过啊？这位是舒雅，我女朋友的妹妹。哦，看起来多漂亮，看多清纯。怎么，顾少喜欢她？哎，想我也是万花丛中过，但我确实是没见过这样的绝世美女啊。舒雅，这位顾少可是云州商会会长的公子，家族财富仅次于上官家，叔叔更是北都权贵，军中大佬顾云霄，实力在我陆家之上。顾少，我妹妹可是云州美少女大赛的冠军，和你正是英雄派美女啊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小凡哥都定亲了。定亲了又怎么样？可以取消的呀，再说结婚了还可以再离吗？哎，舒心说的对啊，如今这社会是吧，定亲又算什么。哎，舒雅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撮合一下。你放刀，什么意思？不放刀，什么意思呀？哎，小凡，生什么气呢？我这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什么为我好？你是喜欢舒雅对吧？是。你想她幸福是不是？当然了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舒雅跟顾少更配，也是为了舒雅的幸福。你又何必恼羞成怒呢？他就是自私。哎，小马老，这样，你开个条件，你是要车还是要钱还是要房子呀？你随便看。小子，咱们要车。哎，小凡，哎呀，别生气了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是真觉得你跟舒雅在一起，就像鲜花插在毒妇身上。哎，你不如把他让给顾少，说不定顾少一高兴就赏你个闲手，就算养你做条狗，也比你在心机强。吴帅哥，要不是我把你当小时候的朋友，你现在早就被打得说不出话了。什么？你把我当朋友？你他妈敢笑话？老子说的是你养的吗？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巴结着想当我朋友？你也配？把舒雅给我留下，你他妈给我滚蛋，我就不管你谢谢。是啊，滚吧！他妈抽死你！他妈抽死你！你妈的，你敢打陆少？你妈的！小心！小子，你敢动我，我分分钟灭你九族！啊！我只不是弄死你。小凡哥，你别弄出人命回来。别在我面前装逼，不然让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死。你要干嘛？我拿你当朋友，你他妈拿我当狗！叶小凡，我知道你家在哪儿，你敢动老子，我上你爸去！算了，大老实巴交，没有什么事儿。今天我就放过你了，别让我再见到你。我看谁要走！我看谁要走！哎，你，黑龙，我跟你说。你快给我坐！怎么，你要砍我呀？妈的，这么帅，砍死他！哎哎哎，顾少，我俩还有点事儿。不是，还有，我他妈让你来砍人，你连人都没砍就走，给我拿走！这个包我真帮不了呀。我说你黑龙，你好歹是道上混的一个哥，他一个乡巴佬，你怕他了？你今天连他都不要，你以后怎么混？我以后不混了，我滚！大哥，对不住了啊，鞠躬。哎，说，哎，黑龙，黑龙，你他妈，你要砍我是吗？开玩笑啊！砍他！
你别动我！哎，别动我！他不过是个乡下野小子，竟然敢打我陆督军的儿子！怎么样？是，野小子抓回来，咱要看看他是龙是蛇。是。啊，舒雅，我给你打个车吧。我今晚陪你吧。你是说去我那儿住啊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愿意愿意，我等这天好久了。哦，就是先跟你确认一下。确认什么呀你？确认你只是到我那儿住，还是能做点什么呀？做什么？就是生孩子的事啊。哎呀，你怎么说的这么直接？那就是愿意了。走啦。不是啊，你怎么突然同意了呢？因为今天那件事，我害怕以后受伤害，对不起你，所以我想。舒雅，你对我真好，我以后会好好爱你的。干什么？别客气，你们继续，我看着。你有病吧？赶紧滚！先跟你确认一下，你叫袁小凡对吧？是，怎么了？跟我走一趟。你谁呀？你让我躲着等，多没面子呀！既然你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。不错呀，小子练过啊。我舒雅。我怎么跟你拼了？吵死了！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，等飞鹰把牛小凡带来，我他妈弄死他！夫君，袁大人。夫君，袁大人。哼，孙子，你不是挺拽的吗？啊？怎么被他妈打成狗了？哎，起来打我！打我呀！少康，当年我爸和我一直好说五十年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老子从城里去，就他妈住你那破房，每天被蚊子咬。你还有脸给我说恩呢？小子，你老子当年是帮过你，但是如果你需要钱或者一份工作，我都可以帮你。但是打了我儿子，要弄瞎你的眼睛，因为你是有眼无珠呀。你们真以为可以把我怎么样？我可告诉你们，我师父可是战皇。小子，你是疯了啊！战皇是何等的人物，武功盖世，不可能有你这种废物。你就是骗人，动动脑子吧！啊！我今天非得改改你这吹牛的毛病。我去啊！妈的，我让你吹牛，我他妈让你吹牛！好了好了，儿子，我看就剩一口气，找个地方埋了，埋了试试，去埋了试试，放肆！哎，玄武战神驾到，有失远迎啊！什么？你竟然是四大战神之一的玄武战神？你要试试我的身手？哈哈哈！玄武战神，开玩笑了。玄武战神一身战力能敌者桃林教，我们云州敌您者找不出来。玄武战神此次过来有何贵干？你
是谁折磨了他？怎么？玄武战神，你认识这小子？谁打的你？你不是自残，还是让我来？我这都是奉督军之命啊！玄武战神，要想清楚，云州是我的国家，要为了这个穷小子，给你开路。乡下小子之事，你想打就打，就杀着吧。既然你们不自残，让我来送你们一程。轮到你，你别过来！玄武战神，请饶命！就这一个儿子，请您饶命！你这是怎么？至于给人下跪吗？陆督军，这是怎么了？至于给人下跪吗？陆大帅，您来的正好，您要做什么？玄武，玄武，参见大帅。你在这干什么？我朋友被人欺负，我来替他讨回公道。朋友？什么？是。那你又是被谁欺负的？就他打的。陆家的人，快！玄武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我希望大帅能够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欺我顾家的人就是找死，我用得着搞清楚来龙去脉吗？赶紧给我滚！今日有我在，就不可能任何人伤害他。你是犯事！再不滚，我就毙了你！我知大帅成功，但我奉劝你一句，只要惹火上帅，否则必须。如果你的权威能打得上，否则就要放过你。你想战王来要你？嗯？不用战王，只能压你。不用战王，也能压你。朱雀，地上。你俩怎么来了？我来见我玄武的。谁敢动我兄弟，试试？反了你！你们，我是战神，是将领，而我是大帅。你若为战皇一般为国为民，我们敬你为帅；你若为私仇滥杀无辜，我任你不得。放肆！岂敢这样跟大帅说话？大帅，你下令毙了他！用你的手指抠动扳机试试。你敢动他一下！越见无故，老将放下。那你们告诉我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能让你们三个战神保住他？不好意思，他的身份不方便透露。只能告诉你一句，他是你惹不起的人。你要是再敢动他，他背后的势力能把你顾家屠得寸草不生。哦，这么说，这王之子。他是谁不重要，今天的事就此作罢。你要是再打他的主意，后果你负担不起。不是，二叔，你就这么放他们走啊？不是，二叔，就这么放他们走啊？不然呢？你是堂堂的北宫大帅啊，你被他们吓唬住了？你懂个屁！他们可是地宫战神，踩着尸山血海才走出来的王者。况且，他们可是战王麾下，谁惹他们，就是找死。那这么说，刚才那乡下小子还真是战皇之子？不可能，十几年前我就认识他，就是个地狱妖怪的头子。你
您要是我信的话，就是我爸。对呀、啊，大川，他父亲我认识，就是一个十八招乡下的地痞。这么一个乡下的小子，竟然来三大镇门保护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你认识的那个农民，很可能就是战皇。这怎么可能呀？多年前，战皇因征战沙场，凯旋时得知妻子死讯而隐晦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音信。忽然，有这么一个乡下的小子，竟然引起几大战神的保护。除了大地，四大战神还能对谁如此忠心呢？大帅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来。这真有可能呀。什么事情？多年前我儿子患了眼疾，当时无人能治。我听说乡下有一个郎中医术高明，我就去治，结果真的治好。而且我听说战皇的医术也很高明。这么说呢，你所说的那个农民很可能就是隐退的战皇。他要是战皇的话，那咱们这亏不是白吃了？那倒未必。怎么，大帅，你还有什么好办法？这世上还有一个压制不住。哎呀，大帅，您都压制不住，还有谁能压制？那就是大地。大地，没错。战皇再强，又岂能压制住大地？大帅，但是战皇是大地的心腹呀，而且大地把战皇视为国之磐石，大地怎么可能压制战皇呢？转过来，哦，妙，好。哎呀，大帅就是大帅啊，略施小计就可弄死他战皇。哎，舒雅，怎么了姐？啊，我想去逛街买几件衣服，陪我一起吧。我约了小凡哥一起看电影。是他重要还是我这个姐重要啊？走吧。本人真有照片这么漂亮？哎，阿黄子，你就信我吧，这本人比照片只会友好不差。如果是真的话，那我一定娶她做母妃。这舒雅虽然只是咱们云州的美少女冠军，但放在全球也肯定是最漂亮的。我已经看惯了北都那些庸脂俗粉，现在就喜欢这种纯真。哎，他来了！哎，他来了！真不错，果然很漂亮。苏西，陆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赶紧把你妹妹带过来。啊，来，舒雅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你未来姐夫，督军公子陆上。你好，陆上。别这么客气，来，上车吧，咱们找个地方喝咖啡去。走。姐，你不是要买衣服吗？哎，买什么衣服啊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北都的朋友，你们肯定会受宠若惊的。走吧。舒雅，知道我这位朋友什么来的？说出来吓死你们。那还能有路上你的来头啊？那岂止是大，都不知道大到哪儿去了。什么来头呀？哼，你猜。哎呀，你快说吧，急死人了。好吧，我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大地之子，龙傲傲王子。好吧，我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大地之子龙傲傲王子。大地之子？这真的假的？这个假的了。真的，你真的是大地之子，我今天见到傲王子了。哎，先别激动，还有更猛的呢。什么更猛的？
舒雅，奥文子说了，他挺喜欢你的，只要你听话，他可以娶你为妃。这是吗？舒雅，你这可走大运了呀！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小凡哥都定亲了，你怎么还想着袁小凡那个相好呢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这奥王子哪一点不比他强？就是啊，舒雅，只要你嫁给了奥王子，以后你就是王妃，是全天下最有权力地位。我不想要什么权力和地位，我只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平平凡凡的在一起。陈舒雅，放肆！敢不给奥王子面子？放肆！女生有自己内心的纯洁，我就喜欢这样的。可是，多谢王妃。奥王子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什么？明天就是我母亲50岁的生日了，不知道能否请您来沾沾光？没问题，明天我会送给你。陈叔也真是不识抬举。奥王子，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孝顺他？小刚，对女人不能这样，要用你的优势去征服她。奥王子是有什么打算？明天不是我们岳母大人的50大寿，要备上厚礼去提亲。你觉得？陈家敢拒绝我？陈家势力肯定是不会拒绝，只是，只是什么？那个袁小凡肯定也会过去，他必定会冲撞。敢冲撞我，就弄死他。这也是个好办法，只要那个袁小凡死了，那个陈清雅必定不会再出现。那是怎么？他是不可能逃出我手掌心的。袁小凡，战皇，你们再牛逼又……您动作过大，失子，这也行。你们父子俩好死吧，本来有什么问题？我，哎，舒雅，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能被二王子看上，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情。咱们只要攀上了这枝高枝，这整个家族都飞黄腾达了。我说了，我心里有爱的人，给我全世界我都不稀罕。舒雅，家族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只管自己开心。点都不为家族考虑，你可太自私了。那要我成为你们虚荣的牺牲品才满意吗？你真的要气死我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要逼我成为什么王妃。我要是当了王妃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你算账。你逼我做我愿意做的事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小凡姑爷送价值1000万八骏图。快快快，小凡，快坐。多谢小凡的救命之恩呐、啊！上次你帮我治疗以后啊，我啊身体感到精神多了，头也不疼了。马太医，这病靠治嘛，也靠养，以后还是要多注意锻炼跟休息。怎么样，外公？我给你找这个外孙女婿不错吧？很好，非常好，还是我们舒雅有眼光。他能有眼光？云州督军公子陆少到。陆少来了。陆少，你来了。陆少送环球银行贵宾卡一张，存款10亿，另送北都独栋别墅一栋，顶配劳斯莱斯一辆。天哪，陆少好大的手笔啊！哎呀，这陆少送这么重的礼，我们怎么受得起呀、啊？是啊，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向舒心提亲，还请各位家长能够答应。陆少向舒心提亲，这么快呀、啊？我们答应，答应。陆少，你对我可真好。你也别在这儿，你也别在这儿。怎么，打没挨够啊？皮又痒。小子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？哎呀，哎呦，陆少，陆少，哎呀，都是一家人啊，别伤了和气啊。阿姨，我建议你们马上把他赶走。这，陆少，快快快！上座吧，您、哎、上座吧，二婶。不行，今天我在这儿，他就必须给我滚蛋。陆少，这是您的朋友？对，小子，听见没有？我还要向你滚出这里！你在我眼里算个屁，更何况他。你大胆，敢这样跟他说话？哼，小子，你上老子的当，老子故意不说他的身份，就是要让你惹他。看你惹得起不？小子，再给老子说一遍。老子，小凡哥，算了，我们自己去别的地方吧。舒雅，你别拉我，我看他要干什么。小凡哥，你赶紧走。站住！
我让你走。你想干什么？舒雅，我今天来是来向你提亲的，要跟他结束吧。不可能，我心里只有小凡哥，我不会跟他分开的。哎呀，是啊，我们舒雅已经跟小凡定过亲了。定亲了又怎么样？不能反悔吗？嗯，陆少，您劝劝您朋友吧，这怎么说也是我的生日宴，不能捣乱不是？哎呀，妈，你是不是傻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谁啊？这位可是我们国家的大地之子，傲王子。什么？他是王子？我的天呀，那这不是未来的大地人选吗？舒心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舒心说的没错，我朋友就是从北都来的大地之子，傲王子。哎呀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傲王子怎么会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，还来咱们这小家族啊？因为傲王子是我的朋友啊，我很早就跟我父亲去北都认识了傲王子，傲王子正好出来旅游，所以我就把他叫过来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看看这个。啊，北都王族龙令，他真的是大地之子。